亲爱的社区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继上周国际大事频繁发生以来，本周我们关注正在成都举行的 G20 会议。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社区竞赛，来了解一下我们社区内的最新竞赛情况吧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六月份策略竞赛的结果。恭喜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Drift， 他幸运地摘得该竞赛的桂冠，获得了6000美元的奖金。而来自印度的 Chattisti 65也不逊色，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，恭喜他获得3500美元的奖金。而来自匈牙利的 Aranibania 则位居第三，获得了2500美元的奖金。其余12位获奖者，请参阅我们的官方网站。祝所有的参赛者都能交到好运。再来看一下杜高斯贝佳丽大赛，一周过去了，来看一下排行榜发生了什么变化吧。目前位居榜首的是来自乌克兰的 Wisdom Consultant 女士，而位居其次的是来自乌克兰的 Vakilia 女士，紧随其后的是来自俄罗斯的 Alins 94女士。再来看一下本周的任务，时尚总是让人搞不清楚年代，还记得90年代流行的时尚元素吗？拍一组90年代的街头时尚形象，您将由此赢得50点的加分。最后来看一下扑克大赛，恭喜来自芬兰的 Zvaria 在美洲扑克大赛之中获得500美元的奖金。而在美日扑克大赛之中，恭喜来自罗马尼亚的 Ecrista 在美日扑克大赛之中获得了125美元的奖金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周的社区竞赛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周见。